你要罩着我在这里，照亮你。从昨天开始到今天，我就很喜欢，紧张，不敢说。哒哒哒！哇 ，Hello， 我叫若楠。姐，你好。对啊，我一直在叫她姐，因为我跟若楠在拍戏，我有很多丑照在她的手机上。你不少，你也不少，我们俩是在现场互相拍丑照，拍到把手机放地上投降那种。这是这样的，别拍了，别拍，我不拍了。我不拍了，这是。放地上了，别拍了，是这样的。怎么了？太大了，手机。给你小哥哥，这个肯定是你画的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伟霆哥的。哎，有的人，楠楠成为我们的队长，主要是你的突然到来呀，我真的，你好好呀，就没你这么怕了是吧？嗯，管理一下。我要哭了，怎么会让你一个人？你今天真的好巧呀，确定不是跟着我来穿的、我都不知道你穿什么，你白什么肯定会被叮死，你要被叮就有这个止痒。哎呀，这个我很需要。OK， 等一手啊，感觉在打成也可以，太好了，大力点，你打你不会像小弟拿左手拿开，对对，左手拿开，对，当然不要叫，你又这么恨我吗？你看我拍戏都是歪的，是啊是啊，那我有问题吗？我还不是一个正常人吗？好好喝，这什么？我最喜欢的萝卜糕，知道你最喜欢吃的这个香蕉。对，谢谢。若楠，哎，好。你的泪像微微风轻轻的吹，无论南或北，我们都可以交换。你先别动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别动了，他不知道。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干什么？他都看不到你。往那边跑，往那边跑，往那边跑。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了已经。但是你，我再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动。每一次下去的时候用这里受力，它才有那个力劈开。对，对，yes。